Park NX Hybrid WLI 是当今首款融合了白光干涉仪系统的原子力显微镜。该显微镜适用于半导体及其相关研发的测量、产品过程控制以及生产质量保证。这款新型自动化工业系统可实现亚埃米级的高精度微观形貌测量，同时具有成像时测量区域大、吞吐量高的优点。因为白光干涉测量技术是目前最快捷、最精确且通用性强的表面测量技术之一，所以在半导体生产中 WLI 轮廓仪能确保其质量。然而 WLI 技术只能对表面进行微米级别的横向分辨率成像，而且在扫描透明样品等材料时会引入数据伪影，由此 WLI 技术适用性陷入局限。 Park NX Hybrid WLI 则将 AFM 和 WLI 技术整合到一个系统中来解决上述问题。当 WLI 在测量数据中产生错误时，不管样品材料如何，原子力显微镜都会利用其纳米级分辨率和精确度来扫描该区域，以便迅速修正数据。与此同时，这项技术也有利于传统原子力显微镜的应用，它们通常要求在更广的测量范围内有更高吞吐量。首先 ，WLI 模块会以高速率来测量一大片区域，当检测到需要的热点区域时，原子力显微镜会立即查看该区域，并对缺陷进行成像。此外，将 WLI 和 AFM 技术融合到一个系统中，可以有效节约成本，显著节省占用空间，甚至能产生新的协同效应。Park NX Hybrid WLI 能为各种应用提供终极的解决方案，从大面积扫描到纳米级计量俱可实现，其中还包括质量保证、自动缺陷审查、半导体前端的质量过程控制以及后端的高级封装。 Park NX Hybrid WLI 是一款最强大的半导体计量工具，它将 AFM 和 WLI 的核心优势无缝衔接到一个最佳系统中。